không nhấp máy. Mà nếu như em lỡ nghe rồi thì cho anh xin lỗi từ đây. Em chỉ là bên nhau chỉ vì khó lẽ. Xin em không nhấp máy. Em nói là không muốn gặp anh nữa. Anh chỉ gọi để hỏi cơm hôm nay ăn chưa. Sao ăn rồi thì có hấp ăn chưa. Nếu rồi thì đã nhớ. 2000年新宠物飞机 flight 的林奕轰，人家简称叫做轰哥。我都还没开始就直接出来了，轰哥没错 ，Mark 令对不对 ？Mark 令 ，Mark 令，我今天呢很高兴邀约到你那么到这个节目来。你放轻松，我不会问太多太艰深让你感觉心脏扑通扑通的问题。OK， 没好。首先第一题就是，你看我跟 Coco 姐联络吗？Coco 姐没有再联络，但是大家通很好。很好，那可能也没有时间和我联络了。峰哥你也很忙啊，来峰哥我。直接问你了，有没有参选？参选现在是要有51%的把握，是才可以下来参选。是啊，因为确实很多年轻人，现在每天都有至少有20个年轻人说啊，你要出来啦，你台湾出难啦，对哦，啊，你来看来，你的政见啦，我会做啦，屏东啊，叫伊做，他在伊讲搬来台湾上好贴上啦，伊讲。你无这样搬入去屏东，一个贴60000，啊一个月贴5000。嗯。啊，我爱讲的佫甲伊无同，我伊是限定600的尔，哦。啊，伊搬入去屏东，伊较早生囝才几年，伊就讲30000，哦。所以我证件人有捡伊咧做，啊，所以一寡少年家拢讲，哎、欸，啊你。峰哥，你一定要出来，搁替我出来一届啦！你会不会不开心啊？你的证件丢出来都被别人捡走啊？这个好啊！好，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当初黄伟哲是来跟我讲，讲教我证件概念都管都看。你证件概念管是台湾全省，不是台湾全国啊！哈，唯一一间的证件概念管，我也是时间对不对？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对对对，新一。一个规划要做啊，到到达有进度哦，10个证件全部有进度。对，还是引用一个博物，科学一个博物馆，哎，这样博览会。博览会。博览会啊，一个一个来做好看、嗯、啊，所以我做好看，来看，伊感觉讲啊，足奇妙啊，因家己的人员来讲，哇，哎，当做啊，只好放哥你的证件上盖好，为着啊，再为着心情，为着这200万的代志啊，怎？你是不是很难过，峰哥？没啦，没哈。难过是没难过是对啊，少年家我宣布是无掉，对歹势，因为我讲会到，变作做未到，还、嗯啊、不是我的个性。我应该讲会到，做会到。我来讲哦，我走过128个国家，嗯、啊，50几单无抵达。较早讲50单，即马其实是60单都无抵达。啊，国家客气的，佮开始做生意。哦，啊，到我个过程，规当就总。他讲你拢7:20就到哈。对，无唔对，无唔对，无唔对。我在做功课呢。你感谢感谢。而且今天峰哥录音、欸、也没迟到，还提早到、欸、我真的印象深刻、欸、又是自己想要知道的，因为毕竟我真的是很难得看到本人。是。柯文哲跟你是好朋友。是。王世坚是我喜欢的偶像，峰哥是我喜欢的偶像，柯文哲也是我喜欢的偶像。请问他们两个对你来说是真爱吗？对哦。来说真爱哦，我看这个政治真爱是很难说的。最 crazy 的事情，除了跳舞，之前你都说你这样吧，你都会这样跳舞，你干嘛就 crazy 了嘛？啊，还有什么是你觉得 crazy 啊？我的 crazy 是运动，六块肌啦，到那个gym啊去运动。gym 吗？你讲 gym 吗？健身房啊，你讲。健身房都去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多，记者，我里面一点钟上少做有52分呐，就一直接一直做，没有在休息的。没有在休息。所以因为我时间比较赶、嗯嗯，啊，有时候一些人哦，手机要背的背的，啊，对吧、嗯？啊，你在说我吗？我进去就是这样拍拍照，然后我就 OK 走了。是因为峰哥本人看，因为真的身材练得非常的好，没啦，就如果再怎么忙。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不要忘了运动，当然对当然要健身。是峰哥，你之前是在做纺织业的，是有没有错？看你的衣服蛮下趴的，这一件虽然说不是女装，因为你之前是做女装的嘛，可是男装你也会比较讲究嘛，看衣买衣服也蛮讲究的。差不多啦，啊，但我的配色拢加同色系啦。那、啊、你最喜欢什么？你今仔拢同色系啊？你讲我吗？你是黑白配是抢眼。以你的眼光这样子看啊，女装这样我这样搭配这样，刚是好看。哦，足好看，哎，真正看得到底哦。
拢感觉讲真正要搁加看一届。哎呦我的妈！那你就搞看啦，哎拍死啦！7月16号嘛，是电音 party 跟结合嘻哈，对不对？按嘻哈跟电音，你推荐一首歌给我好了啦，我可以放音乐。推荐一首歌，是啊，因为我较早是请一个按你来 put 过来，舞蹈也来啦，就是因为。Diego 对啦 Diego 等下就播 Diego 的歌给大家听，这样啊，谢谢你听我的台语吗？有啦我是台语讲得很好，哥我是基澳人呢，好基澳，我基澳人出美人啦，还好啦，简单的，谢谢峰哥。下次呢佩佩有没有机会再邀约你来？有啊你邀约我会准帅忙，也会一定要抽空到这里来。 Oh my god， 那、啊、你现在可不可以念小小段？可以，我不一样的啊，不你喊我念哦，来来，不知不知懂之懂之打，不知懂之懂之不打。你们有在吃麦当劳吗？有啦麦当劳有，我没有在吃。你有在吃麦当劳？有啦，麦当劳在国外全部去展，我们去布展，去展看那个材料展、建材展，啊，去我们自己去布料展，全部是出麦当劳比较快啦。啊，吃麦当劳推在那里不用再讲，比较快了。吃麦当劳会变胖哎、欸。啊，跟谁调啊？唔够快递的皮肤就碎呢。没了。你七月十二是 Saturday 呢，不是 Crazy Friday 啊？Saturday 对啊。阿玛西也在吗？因为你说 Friday、Saturday、Sunday 弄也在。对，弄也是。我们刚才怎样做 Saturday 呢？啊，因为你福袋店吼，啊，我少年人伊咧读册无法多，你就爱做 Saturday。对。啊 ，Saturday、Sunday 买一塞啊，因为隔天有的人不想上课、不想上班，可以翘掉啊。你 Sunday 是可以嘛？对不对？所以 Friday、Saturday、Sunday 啊 ，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 买一塞。啊，你个我讲你的，哪讲大人文化不会做啦？这三日较大日 ，Friday、Saturday、Sunday 这上个大日，啊，这大日人较济啊。你是讲人还是真正的人啊？大人的文化不会做了，对啊。伊台南全国所有学生囝拢会来，啊，唔是安尼，我阁有我生意，我一单会当年收200亿，是安那讲，因为我当教因业牌的广告，比如讲一礼拜甲用几点钟，用14点钟，请七人2点钟，啊，伊比如讲拍拍呀、业牌啊吼，啊，台南开始来的有8层，啊，那个好，都免偌济，啊，佮伊个奶妈去倒，啊，伊日本师傅呀啦，卡巴比。卡布基秀啦，新吉古卡布基秀啦，这个哈拉吉古奥萨卡神达秘鲁啦，用以后唔知我台南市伫倒啦，伊当然买飞机回来就做一层的，对，啊，这广告收入个济啊，大家拢买来，啊，其实广告作性的，所以你 CEO 的，那中国 CEO 有幸来做市场 ，CEO 的做法是革命协定的，政治人物无共，政治人格标准啊，个写一大堆。啊，读个也袂叮当，拢死读个着，唔是咱咧家讲，拢死读个也袂叮当，靠我当着。啊，所以我咧讲伊这一当会当创造，年收入500亿，全世界会当看到台湾，台湾会当看到台南。是，事实伊就其中伊也毋知伊倒来，伊当要开始要着不二层面，啊，开始要着个朗朗上口啊，啊，不二层个。要观光可以，大家爱吃都不会吃。峰哥听起来，你是不是想有打算啊？有想要把台南变成电音之城啊？电音之城是一个观光国路的所在，这是好的现象。这个是应该是年轻人的喜爱。啊，这少年人其实做啊足艰苦啊足闷，尤其80年代出世的少年家，刚刚出世了唔到40。是啊呢，确实是啊呢。啊，所以这种的就是讲，一定要政府要有一个交代，有一个改革。啊，改革咱会使用部分用来讲。啊，那你搞只咱咧录影时，你也讲过，台南市不是即马讲这个。去江苏展馆，这样我这样啊，蛮贵的呢。蛮贵很多哎，你看，你知道我的影片啊，要到蛮贵的，其实我就是要靠你的影片。简单啊，一个电影拍一届对吧？一直的个落雨啦，一届对吧？个8-9万。对啊，无落雨，唔得就爆炸。真正爆炸，一直真正爆炸。我台南即马拢已经隶属于个城，准备死。所以，没有那么严重啦。我跟你讲哦，以前嘛，人要6度要减1度，个要减台南嘛，啊，较袂遐严重。好像又听起来又有点严重。哎呀，六度，人要减多，要减台南，人口无少，200无捷运啦。
无啥啦，啊，即马捷运讲要做，哎，即马上管变五千万啦，台南要自卫两千，哎，五千亿啊，台南要自卫两千五百亿啊，啊，一单个当几载六百亿啊，啊，个爱几单？哎，多。数学，你是数学系不是啊？你怎么数学那么好啊？没啦，靠我！台南的路有没有办法再宽一点？扩宽目前台南真正有困难，有困难。所以讲咧做单轨哦，这也是有困难。你单轨哦，应该伊咧屋企那话是咧做单轨，伊是弯轨，转写一年了，伊写一句。啊，伊这是讲我这边做双轨，啊，双轨伊上要爱十五米。啊，十五米宽，台南的拢二十米，个足大啦。对。啊，你迄是十个能力，个人个爱阿要死。啊，我计划是无相共，我计划是甲伊无共，我计划是全部拢做捷运地下铁。啊，地下铁是做伫古台南市一撮尔，剩下我走路面走到新营，伊两千五百个给我做，我全部全台南市拢有通。啊，计算好一天你个知，因为即马啦，总讲。全台南市个对啊，全台南市，伊即马咧做啊做差不多台南的五分之一尔。啊，我总有通诶，因为按新年啊通一四季我通，吼、哦，啊，即统一到南关新，也统一到德达，吼、哦，拢总有通了后咧，两千五百个，影响走地面，啊，加唔赚钱加铁路，啊，收尾拢提啊俗，啊，你乌地下就较贵，但乌地下较贵尔。啊，所以这拢会当做的物件，因做不爱伊家做，我也不知道因在做啥。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know why? Do you know why? Because 大家在等你。安尼哦，谢谢啦。但啊，催我是对的啊，等我是对的啊。因为我还讲哦，第一点，六十年来，因选吴亦凡为家己讲，讲我上个清气，因我无讲 A， 啊，无要给人，这人对我袂对。第二点。六十年来第一个讲政见，先用家己的钱出来做高调的飞机出来地方坐，对吧？啊，这没得吹啦，钱不按他底下了上盖多啊，对。我实在唔敢做，我这个年纪啊，伊要给我做，啊，人也感觉讲不好，伊想要我大大是袂以后咧坐轮椅艰苦，哦，是社服务对吧？因为台人就要减一个有魄力。啊，敢做代志的市长，啊，六十五岁，你来看嘛，伊无电报，伊一礼拜，伊下夜啊，该375至400到。哈？什么东西？哪有啦，哪有啦？所以你来看嘛，家己倒是真心活着去，要真是真正足可怜，啊，大家倒位啊，才倒安那我拿个面子给你。你卖考啦，你卖考啦！跟你讲的这么激动，对啦，阿万阿在讲，这个情形哦，有时候是爱了解哦，台南市的百姓真正不觉悟，个卡关系当你哦，那总讲我有机会出来，阿个加乡亲大家要支持，四当我做好看。是当我做看，你台南上无青年事的，也真容易做啦。说实在，我无打不是出来打这个打要创啥？我顶几下甲阮台南乡亲讲，如果我提出来政见，哦，四当来若无做这六十六点钱，我30个月主动，而且所以我感觉台南市真正爱改善，若无要搁改善哦，确实是高有只台南的。嗯啊，虽然我不是台南的，但是我听起来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我为台南人感到很感动，真的。嗯，对对对，感动我一起。啊，你不是用鬼啊？我没用鬼，我没用。今天就很高兴，谢谢约到峰哥我们的 Mark Lin 到现场来回答。16号也是欢迎我们的青年朋友，是阿家乡亲，你有什么可以随时问我，随时给你解答。真的吗？随时问，随时解答吗？哎、欸，你若我问讲，哎、欸，唱什么歌，唱啊，澳洲啊，你讲我吗？但问什么都可以。哎、欸，对。那个疫情结束之后，大家有想要就是约你到哪里玩，出国玩也可以吗？都可以啊。如果你要，我还会那个飞机票我买给你一起去。你要写下来了、哦。哎、欸，峰哥，真的、哦，我会私讯你哦。真的，真的，真的，谢谢，谢谢。好，今天谢谢峰哥到我们的现场来，謝謝然后谢谢大家。大家我们支持峰哥，7月16号 Crazy Saturday 变 Saturday 了，对吗？ Friday Saturday Sunday non a side， OK， 我们支持我们的，你要跟我一起哦，我自己这边用支持我们的 Crazy Friday 年轻人新宠物林奕宏 Mark Lin， 好，我们蔡佩佩。Okay.
蔡大伯陪你聊，蔡大伯陪蔡伟陪，我被你的热情给吓到。我们下个礼拜见了，好， okay， 谢谢我们的 Mumbling， 大家拜拜，谢谢谢谢，拜拜，欢迎大家一起来。呵谢谢谢谢谢峰哥，你是峰哥，你就是想要让年轻人有一些好的发展，可是因为没有支持，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些伸出援手，给他支持嘛。对，那除了这个，之前我印象中是不是青年住宅每平8.8万，这个还有延续吗？现在没延续了，因为我来讲哦，所以我咱双北地做起少年的300几个底下老不散，我讲你妈跟你讲啊，我要出8万八无机会。啊，所以我一站老者已经有机会，谁阿讲已经有机会？因为站一间厝12楼，伫阮台南的建筑成本才7万-7万5呢。啊，人起起来卖店，起起来卖伫阮这個湾里遐，搭86个路线遐，一平啊卖10万-5千呢。啊，所以就是绝对的好。啊，所以迄个机会就是无，伊若无想讲要安怎去。啊，我站计划讲13区。把你起6区、哦啊、用政府的地还是农地给改下去，你旁边我们农地也不给改，啊，这边要插到我也不管的，对，因为我钱也不然落地就上大嘛，对、哦啊、所以我跟你说这种、哦、就是说一个机会又失去了，机会一旦你没有抓住，没把握，稍纵即逝，你要抓就抓不回来，因为毕竟现在环境什么都变了，物价也上涨，什么不太可能再回去。但是我们一定还有其他更前卫的、更可以做到的，为年轻人可以在更好的一些，一定嘛，对不对？你可以想嘛，穷则变，变则通，一变一万变嘛。